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一 B 班的刘子怡。今天我和妈咪做了一个马图，这个就是作品了。我介绍一下里面的人物，这个就是耶稣，这个是圣母玛利亚，这个是圣约瑟，这个是三个贤士，这个是牧羊。以前就觉得呢，圣诞节就是圣诞老人是主角，所以现在做了这个马槽之后，我就知道是耶稣的主角来的。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，他可以出世在一个很简陋的一个马槽里面。藉着救世主的降临，我祈求天主保守香港，发快赶走病毒，让我们的生活回复正常，让香港更加和平繁荣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